他们就是在这张床上背叛了。您不是已经有一个绝世集团的董事当老婆了吗？怎么一点底气都不见，还要靠卖女儿来拉拢吴建南啊？我恨有钱人。东西坏了就不要再修了。或许你并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，但对我来说，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，那便发生了。成年人的规矩，两清了。我不要钱。我知道你承受过别人所没有承受过的委屈，经历过别人所没有经历过的痛苦，以后换我来保护你。逃避或许就能忘记痛苦。你想套路他，结果反被他给套路了。我们才认识几天，你确定你真的喜欢我？我找了你10年，怎么会不喜欢你？